这么好，说那，OK，你好。这个刚离开真定县之后，又回到石家庄，还是直接就回北京了？后来到山西了，因为华北嘛，当时是，我记得那次是内蒙，先到内蒙可能，然后是华北，然后是河北，然后是山西。在山西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局长呢在那儿就召开一些，就是华北几个省的这个，不是华北，sorry，就把那个陕西那边过来的，因为这三个北京，因为华北就是北京、天津，我们常去了，很了解了，是吧？内蒙、山西和这个河北是比较这个相对偏僻一些的。内蒙和这个我们去了，又去山西了。这样同时呢，当时局长就把山西组织部，因为那两个去过了，然后把陕西组织部，这个还周围我想那边还什么可能甘肃是哪里系列，都找来在山西开个青干局长会，这样，这时候就习近平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来了，习啊，政陕平吧，西组织部副部长。副部长不重要，他还兼青干局处长。哦，对。副部长我组织部副长我们调不动，但是当时是惯例，上行下效嘛。中组部是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兼青干局局长，北京市是金建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干处长，这个因此他陕西也得这么干。你青干处重要啊，你不拿副部长先，你能行吗？中央是这么办的，李锐在那，那你们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还想有一好果子吃吗？意思他是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干处长，当时那个上海是这个赵喜正副部长兼青干处长，是吧？后来不是我跟他关系很熟嘛，这次在上海。我书里写了，跟他借了很长时间，聊了时间，所以当时情况他就过来了。过来之后是我们一零一的校友，过去就知道，过去打电话，经常联系，我们就通知什么，所以见面很好。就我写了，他又讲了，他的父亲对习近平非常重视，他也说了，对，说他还我有们一要，点，你觉得兄弟讲，之间有没有小小的嫉妒反正就我爸爸是喜欢他，啊？咱们。另外呢，就我们俩说话了，别人写的他会点的多，我书上写的他很聪明，主意多，对吧？你兄弟之间嘛，并且咱们可以理解，同父异母。然后呢，你的母亲已经不在西家了，是吧？她是后来的母亲生的孩子，对吧？确实，后来等我下面来谈，习仲勋确实的儿子很重视的，我不敢说。是，我没有证据说是习仲勋让李锐调查的，但是我说李锐跟习仲勋关系很好，李锐本身不用习仲勋说，他本身也想提拔，对吧？他的孩子，所以让我特意调查，调查之后，你愿意现在说或者会说，我会说当然是上天也好事了，是吧？这个因为我这各方面都对他比较感冒啊，比较认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兴趣嘛。我说差一句话到那之后。他也给我讲了很多。我们俩这那校友嘛，你就都是这个清干系统的人嘛，是吧？就是聊的比较多。他也讲了很多习近平那个怎么能干也好，聪明也好，鬼点多也好，小主意也多也好，反正就是情况确实反不正一是般。爸爸喜欢他也好，对吧？但是你他不对是。习富平呢，他的哥哥叫习富平吧，对吧？对。你对他的这个印象怎么样？太老实了，老实人。就是一零一出来那种，一零一两种人，一种是特别能干的，像毛远新呐，但是又不能折腾了，是吧？刘奇啊，当北京市委书记了，是吧？像那个，廖辉吧，是吧？他们三代人都是，校委主任嘛，这个何香凝、廖承志，他这校办的主任是他们廖家就是三代人对，嘛，是吧？但也去南下，是我听说他私底下讲，如果他真正有权利，他就把乔帮拆掉。是，这三代人，这三个乔班主任越来越不管用，到他那就是闲职了。所以他对。多说一句话，那个我的那个也是哥们儿，中部副部长，这个刘泽鹏被建了煤搞掉之后，抓个把柄搞了之后，没人敢要，就是廖辉收留他了，反正是干部都是高安主义嘛。你看，被对，建了煤给有问题啊，说他。
以前谋私啊，借着一个机会啊，是他弟弟什么事儿给搞下去，哪个不敢要的？家里面的情况，家里面搞掉的，谁都知道。又不是陈云那时候掌权的时候，这个秀明掌权的时候，谁都巴不得要他呢？那什么，外省也不要他，他不敢去外省啊。去外省之后，下次一选举，朝鲜你怎么办？你说你下来之后上不就下不来的，他也不就把他小，所以就我说廖辉这个事，所以说明那个位置比较闲，这就敢把一个江泽民搞掉的人手狠待着没事儿。那情况我说都说了，就是，但是伊藤也有一些老实人，他是真的是真是老实巴交，对吧？我可以用事实说吗？组织干。的部的副部长又是这个熊永勋的儿子，最后下来之后到海南当司法厅长，对啊。组织的副部长，组织副部长一听就是副省长啊，是不是应该是都是副省级的嘛，没问题吗？如果副部长本身就，因为正部长是常委，一般第一副部长的都是已经是到正厅级了。他这个很多组织部的副部长都兼人事局长、科技干部局长，哇，你知道宣传部的部长兼什么广电局文化局长，就是副部长都给你弄个正职。像北京市那个，对吧？那个你的副部长，但是科技局长啊，所以他那个副部长，所以最后才到海南。一个小省的海南那个省那个司法厅，我想那个，对，但还案件不太多，所以我说明他真老实海南啊。省再开始也就是个地级单位一样的，就是小就省是嘛，那太原来是，小。对吧？那个是哎，那个是雷什么了？对雷吧？雨。雷雨嘛，对吧？现在什么，就是一个对吧？一个地区嘛，稍微重点人也没到副省级嘛，什么情况嘛？那是情况。所以你想我说的老实，你真的你有那个背景，有你父亲的背景，有组织部的背景。那清干处的人，我们那下面清干主任，我回来之后，各省的当省级的有的是啊，大批呢，就是。可是你看，最后就是去世在这个正厅级上，对吧？他在对，83年的时候就差不多就是，就算是副厅也是比较重要的副厅了。组织部清干处的清干处长，组织对，副部他长。的这个去世，你还是比较震惊嘛，心脏病了。对呀，是啊，所以我说的老实巴交，你看。咱们说稍微有点儿，对吧？还不安分守己的人早上去了，对吧？那咱们说他，你看比我们差的干事都是正部的，是吧？你这个能查出来呀、啊？人事部长、党校副校长、省委书记的有事，他那个还是老大学生啊！你想，所以确实真的特老实人，咱们实事求是讲，你对他的去就是这样。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？后来，应该在法国吧，在什么地方吧？我们他去了之后啊，还有就是在那个陕西清安处的人呢，也有跟着去的，对吧？又不在组织部系统，在这个啊，在下面去了，就是觉得在那陕西那个愿意到那个，当时已经建省了，开放节有人去了，就是这个人现在也在北京，我们这一个群里联系都是啊，清干系统都知道，谁谁哪厅哪市长了，怎么样，谁的哪名了，他当厅长去了，司法厅。我们觉得，以为是过两天就当什么呢？哎，主管的副省长呢？以为是，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就愣没提上去，你看就去世了。就是我好，们也，我请们讲。再回头来讲，就是好，你怎么向中央汇报啊？就是对，关于习近平的事情。好，我呢下去先回北京之后，其实到了山西就开始找东西了吧。对吧？你这个假如游山观水、归山绕水，你工作得做呀，对吧？就是到了山西，这个局长开会什么跟区干部长会，我这愿意听听听，不愿意听着那边听着，我这下面就写东西吧。到了北京之后，立刻就先跟就把这报告交给李锐，同时向李锐汇报。那咱们这是要讲这个，是吧？就是到各地方到五台山的照片，游山玩水、观山玩水的工作还得做好。说一回北京，报告交出去了，然后李锐就。那立刻就他的任务嘛，就不说不等了，立刻就召见约见，接见就谈了，我就谈个看法了，是吧？我有书面报告，然后给他看了，他修改之后再报部里，他问你他是我的上司们去的，给我讲的情况，确实说这情况了，说您那些人的意见基本不对的，啊，那个凭就资格，你不凭什么资凭资格那会帮那资格够什么的吗？扶贫团嘛，够当总书记嘛？咱们说你对吧？那子阳那是三八事，能当总理吗？
现在这改革是不能停止人对吧？对吧？讲这个那些什么啊，那东西，然后说他东西那些看法我也同意啊，还什么对吧？习大寨呀、啊，什么跑两轮跑十啊，对吧？东西他一想我说服了我呀，依托大城市兴起，你现在看石家庄，你到周末不是到大观园，到什么叫什么董国府也好，到邵宗那看看玩玩不挺好的吗？他就搞点什么。送蔬菜、送水果，那个农家乐现在是，哎，干的，我其实认同的这些东西，基本上，当然李瑞也是一样的，就把那个反面意见基本否定了，至于镀金不镀金的东西，对吧？总有好处，下去没关系啊，对吧？那当时一样，80年代那个裙带关系啊，啊，托人呐、啊，什么事儿的那东西，其实，哎，觉得挺好，觉得造谣，不，sorry，要帮那个多下去好，我们当时搞血尿生嘛。啊，大学大学毕业生到下面去，啊，到公社去，啊，任职任副处，哎，那个副科级啊什么的，公社搞组织干事，干年提起来，就这样。所以，就是我说了，把李健看说了，对吧？咱也不是瞎说嘛，李瑞基本同意，大概的可能就是我现在想想，为了递交之后稍微改改地方，然后正式写上就报到部里去了。当然我是报李瑞啊，因为李瑞我报李瑞，对吧？就李部长嘛，怎么样？给他了，他就，我想那就不我的事了，是不是转给地方局，将来就注意培养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到84年初就开始正式建立第三梯队，啊，我是到北京考察的，后来他们第一个到黑龙江一个，但是还有到我认识江苏吧3个试点，然后推广了之后，可那时候84年的年中的时候，就宣言不开了。那时候后来，河北报了一批，每个地方都20-30个人吧，就他和栗战书了。哦，栗战书这个时候起来了。对，后这来胡栗说战就书是 OK 成为河北省委这个秘书长。对，省秘书长就这样了。你是常委不是常委，要常委就是省部级干部到省级了，要不是常委。哎，算是厅级，但是这厅级要大，你比各个厅级长啊、市委书记都高，对吧？你秘书长也是不得摆这儿的嘛？你像很明显嘛，请好，讲你继续讲。啊。